首先，咱们取一根一米的线，距中间在左手上绕上四圈，然后撸下来，咱们的线头穿过圈圈，穿过咱们的钥匙，再穿过圈圈穿回去啊。然后呢，拉一下咱们的能够拉开拉动的那一个线啊，拉动的那个线，抽拉以后，然后再调整一下。两线一交叉，然后这个线头在这里画两个圈儿，咱们的线头穿过圈圈，然后把线拉紧。剪掉多余的线头，用火机去烧一下。同样的方法，这边也做一个圈圈。这种结尾的方法就已经做好了，可以收缩它的大小啊。